我想大家跟我一样特别喜欢药风系列吧，不仅这个盒子特别帅，你看一打开烽火燎原，而且经常出性价比很高的实战好鞋。比方说这个速雪五，在二开里面它的口碑特别的好。这个鞋子我拿到手啊，首先是觉得它这个鞋面挺特别的，就是密度非常高的一个网面，然后再加上密度也很高的这个织线在上面，你看。密密麻麻的，有密孔的就不要看这里啊！摸起来这强度非常的高，然后不知道里面会不会硬，如果里面硬会可能不舒服。哇，摸了一下它内衬很厚，那应该是舒适感不会差的。不过它看起来重心好像挺高的，试穿的时候再感受一下吧。后跟有一个稳定系的 TPU，中底缓震采用的是 Ultra Fresh。老实说啊，我穿的还挺多安踏的，但这个 Ultra Fresh 好像没怎么用过。这个外底的上翻也是很明显，然后中足好像有一个挺硬的